大家好啊，今天来看一下宋茜啊，之前应该也测过一次啊，再来看一下她的发展啊，她是87年2月2号出生在青岛啊，先看一下命格吧，壬水生在丑月啊，寒冬腊月最冷的季节，有丙火起到调和的作用啊，再加上坐在寅木为长生之地，就火有源头嘛，那么表示啊，这个在年柱为太岁啊，也代表这个童年。原生家庭方面吧，是比较的安稳啊，做什么事情呢，能够得到家里人的支持，也童年会比较幸福一些啊，不一定是说特别有钱，但最起码是那种，做什么事情啊，父母支持啊，不会，比较鼓励他啦，不会说一味的打压怎么样啊，这点挺好啊，不好的点呢是丙辛合，这叫财印相合，那么在印代表学习啊，工作啊，那刚好是。在月柱的话，多数只是指学习和这个工作啊，两者都有。那么表示这个学习的过程呢，与钱财有关系，也就是花费的金钱嘛。你上学不可能说赚钱吧，反而是花钱嘛，花的钱财呢更多一点。比如说参加各种补习班啦，或者说各种兴趣班啊，花费的要多一些嘛。这父母其实这方面，那多数是体现在这里了。怎么支持他呢？也肯定是在这方面支持吧。那20岁啊，也就是06年到16年啊，这个已经过去了啊，这个是己亥运，这个可以啊。原命局当中有财有印，那么20岁之后呢是己亥，刚好是这个是官嘛，财官印俱全呐、啊，这挺好啊。就是做什么事情呢，可能是获得的这种成就啊，或者说名誉啊，他不会说一夜之间得到的，而是慢慢的啊一步一个脚印啊，比较踏实，但是比较安稳。啊，不会像这个其他人啊，一夜爆红，然后过几天啊就没消息了，或者说这个因为什么什么啊个人原因导致这个被抵制怎么样啊？那个是个人德行的问题了啊。那以这个来讲的话，这点挺好啊，就是做自己，比较真实啊，慢慢做，一步一个脚印啊。路呢比较长啊，不一定是说特别的这个顶流，但最起码能够走得更加长远一些吧。然后30岁之后啊，这个戊戌运啊，这个七杀，七杀的话，三合，按理说啊，如果以感情来论的话，我会断18年，这个恋爱了，在一起了，但现在好像是没有的啊，也没结婚吧，应该啊，那按正常来讲的话，是在18年三合就是七杀出现啊，18、19年嘛，这2年，这个已经过去了，这不清楚他之前怎么样啊，按理说在18和19年这2个年份。啊，不结婚了吗？那最起码能够在一起了啊。那从感情来讲，其实确实不太好啊，因为丑和午呢就要相害的啊，丑午害了，再加上这个丑土呢为寡秀哈，是啊，是要差一点，但不代表说没有啊。过去的几年这个已经发生过了，不清楚啊。那么啊，假设说现在还是一个人的话，那什么时间点呢？感情运？明年癸卯年，2023年来了嘛？癸卯，哎，这个明年见桃花，但相合，哎，23年还真的还可以啊，所以这几年其实不错的啊，可能这种的话，往往比如说和传出什么样的这个传闻，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可能别人感觉到，哎，是啊，好像有啊，但是明明好像有这样的苗头，但是没有公开，或者说别人不是很清楚，因为他的官杀是在地支的。是，并不是说透出来的，也就是，那种私下里的啊，私下里的，并不是说会把它公开化的啊，这点的话，没有对和错啊，只是一种现象吧，这挺好啊，就是分开了也能做朋友啊，因为这个这是天干的财和印嘛，能够保持表面的，或者说这种光鲜亮丽吧，或者那种体面吧。表面的体面是可以的，最起码，是不会闹的那种不可开交，但不好的一面呢是地支忌如火啊，这叫做相战嘛，相害其实比冲更加厉害，这点就要差一点了，也就，要说不来多说了啊，那从23年怎么样呢？发展23年是癸卯年啊，从感情角度来讲，卯戌合、戊癸合，按理说如果能桃花出现，23年是没问题的。啊，不用等到说是要很久啊，再来有结果，23年就有啊，过去几年当中，刚才讲了18、19年，其实也有啊，那有没有不清楚啊？但按这个来理论来说的话，是容易出现的。那接下去的就是23年，可以
还可以有这个偏好。然后本身以火嘛，丙火为太阳嘛，太阳的话是高高在上，别人看得到啊，所以她这种的话呢，当演员可能更好一些。她是应该是女团出身吧，是歌手啊，舞蹈演员啊，这个出道。但是这个当，这个表演一类的会更好一些啊，表演类的话比较的有利一点吧，那。23年啊，它元命局当中带有是个将星啊，将星代表的是这个独一种能够担当大任嘛，所以他之前女团是队长吗？不太清楚，这个就按理说是当队长其实可以的啊，午火为将星嘛，代表队长啊，文昌代表学习啊，或者爱好学习吧，学堂它其实也代表的是这种学业吧，就是这种专业方面，比如说学习个人的这种专业素养。会学得比较好，不会说是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啊，这个舞蹈技能什么都不好，不会的啊，往往是能够学得比较好，比较的精啊，就是爱一行啊，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啊，能够把这个做到的发挥到应该有的这种水平吧，这种专业素养高啊，23年桃花没问题。那从事业角度来讲，怎么样呢？现在是壬子月嘛，甲戌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，还可以啊。按年份来讲的话，问题不大。但还有点是非吧。2023年，因为是这个戊土是七杀一被合，那多数有点问题啊。但这个不会说对自身什么事业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啊。这个正常啊。2024年是甲辰年，就未来几年啊，这个是从这个大运来看，以及流年综合起来看的话呢，演员啊，或者说什么综艺啊，它都是表演一类的嘛，是挺好的，不一定是说达到特别红、特别顶流啊，这个可能比较难一点，但最起码能够走得更加的久远一些啊，就是三合嘛，23年应该有着落嘛，然后。丑土嘛，一般来讲来自于就是另一半啊，多数来自于同行啊，不能说同行吧，反正就是相同的啊，比如说他是歌手，他另外也是歌手，或者说演员类似吧，这种相近的这种圈子的人，不会说完全脱离啊，完全是做生意怎么样，这个可能性不大啊，因为都是合的，这代表有关系嘛，就或者说有交集的，有交集的多数可能是这个歌手啊、演员啊或类似吧这种啊，没问题啊。晚一点反而更好一些吧，工作问题不大啊，可讲的其实比较少啊，只是说这个这样的人，就是在别人眼里好像也哎呀有点可惜，好像还没达到他应有的那个发展或者那个高度，但是呢，这其实还是比较稳的，这个稳来自于刚才说了，家庭还是比较幸福的，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还怎么样。过得也比较幸福啊，并不会说那么艰辛、那么痛苦。当然，这个艰辛可能是比如说上学啊，或者是学什么才艺呀、这个是什么舞蹈啊，那是累了一些。这个是说做自己所喜欢的，累一点也无妨。但是从这个长远来看，没问题。大运时候土嘛，土生金啊，偏弱啊，走这个官地啊，官地的话代表约束我的会辛苦，但是成就会比较的这个能够更加的持久一些吧。好，就讲到这里吧。可讲性也比较少啊，希望他顺利吧。23年不错的啊，这一年。